乡亲啊，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吼、哦。我是曾淼宏陈教授，电机博士，今仔来只咱乡亲交换知识啦。交换什么知识咧 ？Headline： 从凤山的霸捷，看台派、独派已经完全没有检验能力啊！标准的活死人。死气的活人，所谓死气的活人是哈、哦、行尸走肉，没有灵魂的活人了、啊。来来来，搁听一遍，搁听一遍。好、哦，这来来哈、哦、，Headline， 从凤山霸捷的失败哈、哦，看台派、独派已经完全没有检验能力啊，标准的活死人，死气的活人。所谓死气的活人，死气就是哈、哦、行尸走肉，没有灵魂的活人。来，曾淼宏电机博士哈、哦、是安尼啦。民主小会哈、哦、是标准的哈、哦、两党竞争，多党竞争。如果两党竞争哈、哦、变成哈、哦、两党斗争的话哈、哦，对这个社会哈、哦，对台湾人哈、哦，没啥物好处了。今嘛，一台湾就变成哈、哦。两党的斗争、啊、不是两党的竞争、啊、所有的弊案，所有的经费预算的出处，你、哦、在野党好好给他监督一下、哦、对人民会造福、啊、但是你好，你在野党、国民党，你不会啊，你把所有的 scenario， 所有的剧本演变成、哦、两党的斗争、啊、不是两党的竞争 啊， 啊，对咱台湾人、哦、对社会、哦、是不是好处？台湾目前是这个情形啦，啊是安尼是安那吼，我今仔开始讲吼，因为我看到二月初三针对这个霸捷的事情，凤山霸捷的事情吼，二月初三的新头壳吼一条新闻，伊的 headline 是安尼写，写讲吼，独派挺黄捷，霸韩延长赛，我讲对韩国语气。台湾要赢，啊，又搁是台湾啦，啊，这块台湾这块白吼，你刚才淡只对咱台湾人安尼胡乱骗啦，啊，你出去到嘿，你落来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啊，台派独派，你们有反省能力吗？蔡英文因一挂，蔡英文加新潮流因一挂呆感动，吃死了我们台湾的本土意识，然后呢，人家川普指名台湾。伊入来了，个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啥小？中华民国来，伊个这条新闻新头壳哈是安尼写，写讲吼，台独联盟等十多个独派团体发表支持黄捷霸韩延长赛，伊个黄捷这件代志哈，啥里边哈霸韩延长赛，你看韩国已挂定的对了，民主相挺。台湾要赢，有个是吼，用这块台湾这块牌啊吼，来甲咱台湾人欺骗、诈骗啊，真正。联合声明强调，这是国民党的政治盘算，为2022年的大选积小胜成大胜。霸捷案并不是黄捷一人气流的战场，而是高雄人民霸韩的延长赛，更是台湾人民2022年。大选的前哨战啊，这个联合声明呢，由台湾独立建国台建盟领衔，其他加入的团体还包括公投赴台湾的公道明哦，公道明是蔡定贵的世界台湾人大会，我都不知道世界台湾人大会哈、哦，我跟他在批判的是针对这顶哈、哦、台湾独立建国这个联名哈、哦哦、世界台湾人大会我不知道是什么。台北水当当姐妹联盟，卢秀莲的啊、哦，台湾21世纪妇女协会，这敢是卢秀莲我唔知哈、哦。台湾之友会，什么台湾之友会？现在叫做中华民国之友会了，改了啊、哦。因为哈、哦，恁挺蔡英文，就是挺中华民国，就简单嘞。台湾北社李川信的，台湾勇社，我昨看迄个贺德芬贺教授问，贺德芬说台湾勇社是皇帝。黄帝影哈，你拍论文来讲黄帝影坐伫边啊，吼，你甲唱，你甲唱，哦，爱就讲哦，台湾勇社是郑文龙，黄帝影啊无，郑文龙无，吼，我感觉郑文龙唔是吼，台湾制宪基金会辜宽敏的，台湾国家联盟我唔知影，台湾激进
诚意企业哈，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哎、欸，即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哦，咧开会过程哦，大家拢抢啊呢，抢讲哦，不准谈政治呢，啊，不准谈政治，伊即马佫甲你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我人家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吼、哦，你停即阵台感动是咧停有啊停无？较早郭俊明的时代吼、哦，哎、欸，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你不是在会议里面讲说吼、哦？不准再把政治议题抬到上面来吗？啊，这种政治议题你们竟然出面谴责，来，台湾教师联盟，我本来是想是哈，是萧小林呢，结果哈、哦、贺德文长跟阿公讲，哎、欸，没有，萧小林已经退出台湾教师联盟了。哦，我因为萧小林哈、哦、是性情刚烈了，掉的是掉，不是不是啊。贺德文有跟我老师昨天跟我聊天，有跟我解释，来，台湾教授协会真正这。台湾教授协会是大笨蛇，真正大笨蛇。因为啦，蔡英文的破书是真实个，你们台湾教授协会应该最了解啊。哦，啊，你没出来讲话啊？哈，啊，台湾独立建国联盟高雄分部，台湾银色，我都唔知啊。自由台湾党，蔡丁贵，独立青年阵线，我讲唱较歹听，是到底是啥物人？独立青年阵，哎、欸，我熟悉陈一章。哦，阿、啊、哥还有一个哈、哦，还有一两个哈、哦，他们干了哦，中正桥的割旗事件，他们干了大溪的泼红漆墨水的案件，在因啊哈，是标准的台独青年呢，因家哈、哦，据我所知，很多人都吃忧郁症的药，法院官司走不完呢。啊，你这个独立青年阵线是对打来，夭寿哦。干部决定一切，这哈、哦、这种斗争的技巧哈、哦，所有反对对今嘛民进党、台干党提出任何批判的嘞，都被哦喇叭、柯以麟、新雕刘诶，跟咱我好朋友在讲的讲哈、哦，白天呢是蔡英文当总统，晚上是喇叭、邱毅人当总统，邱毅人的专长，邱勇律师打电话扛我弟弟在开讲啊，讲哦，喇叭的专长就是。马恩烈士、毛泽东的斗争技术，啊，今嘛因这阵的民进党这阵台干党哈，用的就是喇叭的那个哈、哦，马恩烈士、毛泽东、斯大林他们的斗争技术，来对咱台湾呢，所有反对对民进党提出任何异议的个人或团体呢，全部被扣上哦，中共同路人，嘿，这个是哈、哦、毛泽东哈、哦、他们斗争的技术了。今嘛，台湾人爱注意哦。今嘛，诶，民进党，诶，军师就是喇叭邱毅人，新潮流的带头，伊吼、哦、完全用毛泽东的那套斗争技术呢，你对付咱台湾人呢？那空空我来讲台湾人，来，我今嘛是针对这阵吼、哦，台独联盟这几个组织啦，这几个组织吼，来，恁家吼、哦、台湾人。天天在这边嘴炮哦，台湾要赢，啊，对着我，出去外口画台湾呐，人川普啊讲你台湾，啊，你要来这，你就讲你中华民国，什么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我看我悲哀啦。那准讲万一蔡英文落去以后呢，新潮流的赖清德，伊来你画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啊，若讲到中华民国就跟你讲哈。因这阵人，即马我下底讲的吼，这阵吼，左阵吼，你们当初有对台湾人的社会公理做出吼提升的力量吗？正向的批判吗？没有嘛？你对贾博士你做过批判吗？啊，甚至吼，贾博士如何做批判？好了，阿扁啊，即马是到底啥物两关诶？你们有做过批判吗？阿扁跟贪污都没有关系呢，都已经法院都已经吼厘清了呢。阿扁啊，你有讲这过吼任何解释无？我当来啊，这我当，因这阵这挂民进党这挂台干党，我当来，他们零绩效，对台湾人民以这会啥？有啦，对军公教人员的清算，把人家口袋的钱呢搬到他自己的口袋，安尼叫做。转型正义，啊，夭寿啊，零绩效。啊，我来讲你零绩效，你袂爽，来，看阿扁啊，迄阵入一片，阿扁啊做八当，
对咱台湾吼软体硬体的贡献，来，不要在那种来鸡腿比象腿，你拿您这阵台干党、民进党以及过去五党的建设，看阿扁也平嘛，看阿扁也平嘛，咱卖讲啥物，嘿啦，咱看咱白白台湾人招小也大的陈水扁，咱来评价硬体，啊啦硬体你真正袂算钱啦，蔡英文你只笨蛇，吼、哦、来。民主小会哈是哈两党竞争，现在已经变成两党斗争呢。这喇叭串喇叭，人家民进党的新潮流哎，把整个台湾的未来哈，从两党竞争、民主社会的特色，两党竞争带入两党斗争。啊，我咧讲最简单的啦，恁爹咧叫阿扁啊，恁爹扯阿扁啊，来来来，大家哈。人阿扁做八档，做啥物硬体软体？咱大家乡亲家己讲，家己画，来我的 YouTube 的下底你家己画。阿扁有做啥物硬体软体？101雪山隧道、东西向快速道路，哦啊，画袂了哦。圆山子分红红道，哎，真正画袂了啊。台湾的图腾101大楼，阿扁的，哈、哦，高铁就是废铁，这深蓝的马英九讲，高铁就是废铁，你拢卖搞这，你拢卖搞这，拢阿扁啊，八年之内六年全部搞起来，所以说蔡英文你也卖底下讲什么吼，台湾要赢，你的业绩，你对咱台湾人的贡献，你讲起来嘛，硬体嘛，你看阿扁也平嘛，看阿扁也平，阿扁也台湾人，啊你看阿扁也平得吼，来，民主小会的优点。两党竞争造成社会的最大的福利啊，现在变成两党斗争，只会斗来斗去呢。所有一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2.5兆，全部换到他们口袋里面去，做了什么事，干了什么好事？连我们现在面对中共病毒 coronavirus 要检验，还要排队，还要付费7000块，还要排队，这是什么小微啊？当初你们中共病毒出来的时候，你们搞走的专案叫1.2兆呢，中央政府总预算的一半呢。吼、哦，我讲着吼，来了，独角兰连的所有遐的社团，你们针对吼，咱讲一句较基础的，因为蔡英文吼，他是吼白痴、智障吼加不要脸，哦啊，你们有对蔡英文的假博士做过任何的批判吗？因为吼，蔡英文。破除由于吼，独家有讲到台湾教授协会，我唔知台湾教授协会是即马上咧徛台啊，屁嘴烂啦，真正。我助理教授啦，兼你们助理教授啦，我破除啦，吼、哦，哎、欸，台湾教授协会不要脸协会，你们都是博士，台湾教授协会应该都是博士，你们有没有看过蔡英文的博士论文？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没有论文指导老师，没有口试委员。甚至咱搁讲一下较来啊！我听你讲的，蔡英文说他吼 bloody hell， 黑主任当场就给他换了他的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我请问你，咱台湾你教授协台湾教授协会嘛，屁嘴烂，他更换了 professor， 他更换了博士论文指导老师，黑主任帮伊主动换的，让那个原来的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呢吃大便。吃屎去！哎，蔡英文跟年轻人讲这种狗屁话，这个白痴智障的话，你们台湾教授协会有没有跳出来做出批判？哎，婆婆说嘛，他更换了论文指导老师，因为论文指导老师哈的专长不一样，要不要婆婆说的提报？要不要重新提报？啊，这个代志拢无甲你嘿，啊，他写的那个博士论文是什么德性嘛？哈，我迄日咧看彭正，那是春节的，我们就讲了啦，我们那个博士论文交出去的时候，这个天花板、地板左边、右边那个都是要用尺量的嘞。啊，踹文件什么靠左靠右，还有什么楷书、隶书什么，哎，他妈乱七八糟。那个哈、哦，那个叫做博士论文，我就没有看过台湾教授协会这一群博士站出来哈、哦，批判过这个东西。我彭文正彭博士几两的话，行迹哈，真的是黄钟毁气，瓦骨雷鸣，瓦虎雷鸣啊！踹门接钉呢，你
你们还敢站在他台湾教授协会，都是博士啊，长我敢贺德温贺教授，贺德温贺教授哦，就直接哈、哦，直接屌了，屌某一个院的院长，我卖公三米郎了，哦，屌某个院的院长姓黄的，说哈、哦，这卖公啊，这林家家加这看起来跟林家家啊，其实哈、哦，真的是哈、哦。地域最炙热的地方会保留一个地方给你们这些人慢慢去享用，真的。所以说我今天黄姐的罢韩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社会的民主政体的小会政党竞争了，现在演变成政党斗争，政党的斗争。甚至时代力量我刚才又看时代力量党员他们还在喊呢，喊说环杰，你人头党员的事情在时代力量还没解决了，可能哦，环杰哦搞人头党员进入时代力量啊，时代力量人家党工了，你个休了哦，没有罢捷成功啊，环杰，你时代力量里面的人头党员问题还没解决了啊，环杰公啊回复上来干，我就是有蔡环庭了啊，怎么样？啊、你今麦家笑脸的全部都是立卫兵，我台湾人看我比爱德，在台湾人被这个白痴智障加不要脸的蔡英文的台奸党带领的时候，一雄，一雄台派独派，来我搁念一遍，我咱大家乡亲知啊，公投盟赴台湾联盟，世界台湾人大会，台北水当当姐妹联盟，台湾二十一世纪妇女协会，台湾之友会。台湾北社、台湾永社、台湾制宪基金会、台湾国家联盟、台湾激进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湾教师联盟、台湾教授协会、台湾独立建国联盟高雄分部、台湾银社、自由台湾党、独立青年阵线，我再讲一遍，台湾的基督长老教会，你们当初有决议过，因为柯俊明哈。锋芒毕露，所以说你们曾经讲过，在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咧开会过程，绝对卖讲政治代志。根据我所知影吼，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出一个高人高进明以后呢，现在所有基督长老教会里面的开会过程都不准有政治议题抓出来。啊，这种呢，罢捷它是政治事件呢，您跳出来签名，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你们哦。失去了社会正义公理啊！片面的跳出来有你们里面的 headline 里面、哦、有人跳出来干政治事件，啊，您基督长老教会，你们有没有做出批判？所以说我讲了，我说我胆家讲了哈，从罢捷凤山的罢捷，看台派独派，我独家说两面拢笨色动了，你们有没有在社会正义公理？在社会走向黑暗的时候，你们跳出来主持社会公理吗？没有嘛，看呆派独派已经完全没有检验能力了。标准的活死人，死气的活人，就是行尸走肉没有灵魂的人。以上我欢迎呆派独派来我 YouTube 家跟他抢，来讲我清楚，你们在。蔡英文这个诈骗治国，一锅当来，诈骗治国，因为他从小到大就是骗的，也四姨太生的嘛，啊，一个是正房，新闻前顶晚，恁老爸是蔡杰生是无娶某呢，一房、两房、三房、四房，第四房，我昨去含人，昨暗个人来找我开讲，我讲哦，他从小的环境就是在那种一环、二环、三环、四环的斗争环境里面了，如何忍气吞声呢、啊？还祖先呢吼，然后历经吼这种斗争的技巧，所以说一对咱台湾哦，骗这个白痴加智障，只有白痴智障才会说他是博士，他的博士是真的了，啊个加不要脸，我尤其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样的，看蔡英文哦，他一副很甩脱的样子啊，做个报告啊，好像一副啊很甩脱，那个不要脸，那没见没笑，真正。没见没笑，你喝大力出来讲了，你的博士论文的事情你说我的，啊，问题是台湾教授协会这边拢破除呢，这边拢破除呢，既然在社会正义公理需要彰显的时候，你们跟邪恶的一方站在一起，只为了贪图俸禄，我讲啊咧，
如果哈、哦、敢的话，大家出来辩，出来辩。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是真的吗？因为蔡英文他过去37年对台湾的诈骗的成功，导致呢，哎，过去的成功造成他未来一直在成功，成功者成功在诈骗，诈骗。所以说他过去5年对台湾没有建设嘛？有什么建设？零绩效？有什么建设？哎，咱台湾哦，2.5兆一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2.5，我就管人管到了。零绩效，没有做什么事，他有做事吗？来，咱用阿扁阿贝当的建设提出来拼嘛，提出来拼嘛 ，OK， 给咱党家吼，含咱乡亲高下地形的哦。民主政治是两党的竞争，现在被喇叭、新潮流、含蔡英文这挂，把它演变成吼两党的斗争啦，对台湾人绝对不是福气嘛。所以讲吼，以上的。呆牌独牌，尤其是台湾教授协会，不要脸到极点。明明知道蔡英文是假博士，你们没有出来主持公义，但是沉溺于哈政治斗争，哦，不是政治的竞争。OK， 台湾雄心高昂地形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